三，在7:08，我在去这公园的路上，因为之前报了一个马拉松，所以现在要开始练习了。现在这是什么来着？8:30，快两个呀。所以看我们到了公园的时候，我们在 connect 看一下那边有什么特别，你们看今天早上的景色。这里不是那个公园吗？看来今天很多人来找 parking 了。可以找到 parking， 是不是绿绿找到 parking？ 再见。哟，找了整20分钟才有找到一个 parking， 所以呀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练跑了，看跑了到最后怎样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后面的那种附近的风景。OK， 你这样决定啊，拜拜。新买的帽子到现在都没有穿过，唉。我们跑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听歌。因为这个 AirPod 应该耐不了6-7个小时，所以要轮流听。OK 啦，我们跑完步见，拜拜。跑五天了，五天，好久没有跑了，累死了。所以大概是已经是6分多。短期安排啊，你看现在这边很亮，天气。看现在后面还有一个跳舞的，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你还拿相机可以拍什么好的手吗？啊，拍到我发姐跟你们分享分享。呀，再见 ，peace。